它这个种子怎么了？种子怎么了？这边又怎么了？你有没有看到哈？郁金香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种子，它只有怎样？只有怎样？一点点，对，它是刚发芽，自己看，这个是刚发芽，这个已经怎样？长大很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不一样？所以你看，它努力从泥土蹦出来哦，有没有？小心，这就是它们发芽的时候的顺序，从种子发芽，好，看得到就好了。你看哦，它的头顶上还带着它的壳，什么壳？种子包在外面，那个叫做壳。所以你们都可以去观察，这就是刚发芽的时候，壳还在身上。这个已经怎样？发芽，发芽很久，是壳都怎样掉落了？所以你们可以等下去观察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郁金香，我有跟他们说了，结果这个有一个